佳琪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吃吧。 什么了？我替赵大奇引开鬼子，然后就一直被鬼子追杀了，直到刚才。后悔吗？你后悔吗？你杀了几个鬼子？ 20个，行，够本了。两个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当年我大哥是怎么护着我的，兄弟们是怎么帮我的。我一个人真的太弱。 喝了吧。你还好吗？我挺好，喝完早休息。非得让我问你吗？赵大奇他很好。
赵大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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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出来！报告。嗯，团长，哨兵说李正红来了，还是别让他进来了。这赵连长刚从野路子上回来，这李正红再一闹，他要是又拿着枪再走了怎么办？李正红以前又不是没来过，这赵大奇也没撂挑子。我们要对赵大奇啊要有信心，更何况王三虎的事情，不能说我们没有责任。听说那天你救了我，对啊，我怎么就救了你？你后悔吗？我一丈红做事，从来就不后悔。谢谢你啊，一丈红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赵大奇的？我从第一眼开始就喜欢他了。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我挺讨厌他的。不过后来，我渐渐爱上了戴着面具的他。那你究竟是喜欢戴着面具的他，还是戴着面具的面具？一开始我也分不清楚，但是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。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？民国30年5月。行吧，那你比我早。我原谅你了。我好像不需要你的原谅吧？如果你比我晚，我会先杀了你，再杀了那个负心汉。他没有喜欢过你，应该不能说他是负心汉吧？你们两个人都这么会聊天的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怎么又被关禁闭了？他好像犯了错误，我要见他。我带你去。要是累了，就留下来吧。老娘才不想关禁闭。这天底下能关老娘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我男人。但那个人，他不想当我男人。他有别的女人。
赵大奇，小白龙死了。许多故事又开始，一幕幕回旋。我不愿意再迷恋那些繁华的节点，守着回忆，独自怀念。去看看赵大奇吧。一丈红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他说，他看不见光，单枪匹马太难了。曾经我们的瞬间在心里面，你总是说我们有太多的时间，习惯拉着我的手走过每条街，说我们会永远永远记住这瞬间，说好再见，却又不见。如果爱情是光言语言，如果一切不会变，动情的画面依然浮现，如何完全？如果爱情是光言语言，如果一切你做不了的事我替你做，你扛不了的累我替你扛，你杀不了的人我替你杀。我相中你了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
山寺桃花始盛开。我有教过您这首诗吗？这是我自学的，知己知彼才是取胜的要义。况且我们要征服的是这个腐朽不堪的大陆，而对于曾经辉煌过的中国文化，我还是非常欣赏的。有人说，从这首诗里看到了春天的美景，可是我却看到了一个失控的世界。彼处花落尽，此地芳草天。黑岩君，我们会赢吧？姐，是因为伤势，你现在有些悲观。不，我只是对时局悲观。这场战争打得太久了，久得我都忘了没有硝烟和血腥的空气是什么味道。他来过，佳慧，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这有意义吗？拿什么理由拦着他？拿你吗？我愧对他。你担不起别人的人生。我只是跟他说，你是因为刺杀黑岩违反了纪律才关的禁闭。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呢？你以为这是他做决定的唯一原因吗？小白龙死了，他的心也死了。女侠，女侠，饶命啊！啊，姑奶奶，饶命啊！我家金子银子，大洋大烟，珍珠翡翠玛瑙珊瑚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心犯不着拿这玩意儿出来吓唬我呀。说说，值多少钱？啊，您说值多少，他就值多少。你当我逗你玩呢？我哪敢呢？只是我这么短的时间，哪能说得清楚啊？把这些换成枪支弹药送给新四军。我很久没和他们做生意了。我说的是送，不是卖。啊，就算是送，那也得有个说辞吧。就说是老娘送给赵大奇的新婚礼物。谁？赵大奇？我让你送你就送，你要敢偷老娘一个子儿，我杀了你全家！哎呀，不敢不敢不敢！我一定竭尽全力送到，一定一定！哎哎呀，不敢！
你的家事，依丈红拉着顾小轩去黑岩那儿送死去了。我去李家。那人，你真要帮顾小轩啊？不，我是帮依丈红。完了，你不知道，今天依丈红的样子，他是不想活了。竟然是吧。 いただきます。さあ食べて。今は栄養が必要だ。もうすぐ。 ドイツの医者が着く頃だな。必ずお前の足を治してみせる。宮司じゃ。我是来给大佐送药的。对知子小姐的腿伤有奇效。私も立てないかも。 もし本当に立てないのなら、俺が君の杖となる。大佐殿、顧客長が薬を持ってきた。あ？ 歼灭族主，最后一个房间。一丈红，你回不来了。你最好希望我干掉黑岩。为什么都要找死，活着不？
如果中国的男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，还有什么爷吗？这刀不费什么劲，一阵红吗？拥的不多，就这样轻轻地哼着，过了多少年才懂得，短短的时间却已经把心肠完全带不走，却忘不了所有的情节。小轩，珊珊，小轩，死不了，我死不了。我去找人。珊珊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三叔，局长，安全了，坚持住。局长，我进去看看。你们在这儿照顾局长。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都要找死？
这就是一丈红。舅舅，我们把他带走吧。葬在哪儿？我想，大七哥应该会知道。不给他单独立个碑吗？不用了，就让他陪着虎啸寨的兄弟们，还有三虎哥葬在一起吧。这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。我记住了，他的名字叫叶小舟。1945年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胜利的曙光，墨索里尼的傀儡政权垮台。4月，苏联红军发动柏林战役。5月9日，纳粹德国投降。面对负隅顽抗的侵华日军，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在各条战线对侵华日军开始了全面反攻，歼灭日军有生力量，收复沦陷国土。他们刚走。他们怎么没有给自己的墓碑上柱香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也是看了报纸的。小鬼子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你不应该来，因为临死的人会更加的残忍和疯狂。我想他们了。那我呢？你还好吗？不好，因为你过得不好。我过得很好啊。等你什么时候把赵家的担子卸下来，去狮子岭找我的时候，我会让你过得真好。也许那天不会太久了。我们这次的目标是鬼子的怀斯军区仓库。据我们的消息，鬼子的航空炸弹大部分都储存在那里，而且最近又有数百枚炸弹即将运往那里。嗯，这次要服从统一安排，不能擅自行动。放心吧。嗯。
怀斯军火库虽然地处城外，但这里的守军足足一小队的鬼子和一个团的二鬼子，再加上跟吴州平远程犄角之势，这场仗不好打。是啊，如果要拿下这个军火库，黑岩没准儿趁机反咬我们一口。没错，这块骨头本来就够硬，不利于骑兵团硬攻，如果加上黑岩的话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团长跟我说过，这次的行动统一由师部指挥，平远咱们的驻军应该有两个团的兵力，可以牵制住敌军。最重要的还是吴州的黑岩，我们是担心黑岩那儿，如果我们要盯着黑岩，就势必要分兵，可这一分兵，拿下这个军火库就毫无胜算了。除非什么？除非再加一支部队。你是说韩子峰？回想起是风雪中归去，遥遥数年似无期，血染繁华烟雨里，抹上亡魂的足迹，满中一心烽烟起，若足魂要归故里，思念明月落水底，儿女英雄为知己。醒来之时刻下一心疆土，一时守边地，黎明之后眼睛无垢，脊梁柱化为灰烬，敌人却还嫌不够，妄想从我身上跨去，怎能再忍让把刀相去，岂容我再造句。大剑在夕阳里，马蹄声踏水影，壮士随军不畏瓦，却从未想过有归期，战火当中洗礼，自然一身的勇气，眼看枯叶皆霜，茫茫荒原上野主阵遍地，战争号角已吹响，思念硝烟中飞扬，琴声残断的臂膀，抵住最后的城墙，向苍天洒下最后的烈酒，遥望苍白的渡口，保家卫国绝不负手，定当勇锤火不朽。回想起是风雪中畏惧，遥遥数年似无期，血染繁华烟雨里，抹上亡魂的足迹，满中一心烽烟起，若足魂要归故里，思念明月落水底，儿女英雄为知己。准了头颅不容我片刻的踌躇，还需拨开多少迷雾，剩下了多少的脊柱，越是乌云密布，吾辈越单刀直入，功名利禄无需在乎，勿忘过之后人记住，同则一股为名目难战，却心头很无助，无风一路艰难的滚滚长江，他万里路戎马一生保家卫国。